好，酒放龙哥。大家情人节快乐！今天情人节，11月14日是情人节，大家情人节快乐。阿努比斯是什么意思？你说阿努比斯当队长？不要闹了吧，认真吗？水龙一进直接敲不就好了？爸，那你有那个？那你直接敲就好了。你直接那个吧，直接用他的那个技能去挡就好了。对啊，应该可以挡住吧，不一定要挡死啊。不能叠出，打两下。不是他，对啊，他 CD 二啊，你 CD 二在，不对，对啊，他 CD 二，你 CD 二在叠不就好了？那你 CD 一不要叠啊，你 CD 一叠，你是想被他打两下、啊？不是，人家就说，就 CD 二哈，你就不要在 CD 一叠不就好了？你硬要在 CD 一叠，然后被他打，怪谁？哦，要会反两下吗？那就带团长啊，团长也可以挡啊。好吧，那感觉一定要带团长、啊、是吧？那就带团长吧。要会反两下哦。嗯，没关系，我等下打就知道了。反两下，哦，等下他连续反击，真的哎。所以无论是 CD 1 CD 2都会反两下哎。那感觉真的一定要带那个了，感觉真的要带那个。嗯，要不然等一下反两下，那你可以用减伤不是吗？他没有无视减伤啊，所以你减伤挡得下来吧？减伤80%哎、欸，减伤80%挡不下来吗？连续反击200%什么意思？200%两次哦，400%，算一下，333,55,6乘以4，400%，然后再除，再乘以20%，26,000，真的挡不下来，这队挡不下来。如果挡下来的话，有一个方法就是血量要够，实力血量要够，所以真的挡不下来。好吧，没关系，那就团长吧。变成，反正我带了团长应该是可以的，没团长就要带当时的，没错，感觉是这样。火珠，有阅读，干嘛不开阅读？我应该可以，不要，阅读后面再开吗？我觉得可以开，反正等下都效果消除了，我们先开好了。一、二、三、六，这是几康啊？再排一次，六的话应该是我该那样排没错，只是你后面要把它切成两组了，最后一个猪只要切成两组，这样就可以了，这样就六了，五加一就是六，数学天才，哭啊，五这就是十康就可以了，光珠暗珠。好欸，排出真爽，不用带当时就给轻松过了，为什么啊？意思
弟子排出一只爽。啊！哎，太烂了吧，排珠都排不好，蛮智障的，不知道该说什么。哎，这可以全消吗？不行。哦，对哦，幻象可以挡连击，我想起来了，所以哥没事嘛，不用带挡死的啊，对吧？对啊。幻象可以挡啊，幻象可以挡啊。所以你有幻象形态基本上没差啊，它可以挡连击啊，我记得我、哦、连击不行哦。哦，回避挡第一下，第二下要用那个减伤挡，所以 CD2 可以挡吗？反正我们来试试看啊，我们现在幻象形态，然后消一种珠子就好了，一种珠子就好了，一种珠子就好了，好吗？不要消这么多，直接消给你看，好不好？可以，所以根本没事啊。我们想那么多，直接打就知道行不行了，好吗？哎，我是不是要死了？哎，真的我要死了，等一下。我应该换个切个形态，不然就是消一种珠子，不然就死了。在嚣张什么？我不想重打，所以好消一种珠子就好了，对吧？两种珠子是可以，两种珠子好，哎。最多三种，两种就好了。这个 bug 先修好了。对，你看就可以。然后现在换个形态，继续手消，这样就可以了。所以根本不用带什么挡死的，对吧？一二三，三种珠子可以，这种就可以。反正不管怎样，你这关就是都要三种珠子去，三种以下珠子去洗一下那个技能，这样就可以。让你回血回回来了，然后再开挡死，慢慢的打就行了。然后好，三种。五颗就够了，是不是？了解。我只是想要保险一下。其实两颗就够啊，五颗就够了，是不是？好，没关系，我们就把隔开吗？你可以有阅读排珠，应该好一点。好，接下来应该要用完了，现在可以打他了。因为我们把那个水珠叠完了，好，行，十颗了，哎，怎么一直有五颗？哦，他只要五颗而已，是不是？哦，他只要五颗而已吗？所以，哎，他只要五颗哦，我以为他要十颗，哎，那所以我现在不用叠啦。五颗就够了，了解。那我可以把它引爆了，对不对？我要把它引爆了。哎，要引爆吗？其实不用引爆，哎，不要消就好了。剩下珠子全部消一消，应该打得死吧？伤害就算没有消整版，应该也是够的。不然你为什么刚才打了剩半条血？对，我没想过。好诶、欸，然后在这里的话，要那个技能全开掉了。这样应该会过吧？
然后全消，算了，看这样，那再开这个，怎么要直接一点，我就不用转租了。好诶，就这样过。有没有英奇都的配置吗？该聊天是刷蛮多的。应该可以过。我应该可以挡下一次攻击，对不对？真可以空转吗？应该可以空转哈。技能重置十倍猎魔，空转好了。哦，可以排出，那我空转。嗯，就对了，然后排出，也不怕燃烧啊。虽然没办法消暗，是有点可惜，但是一张打一打应该就可以过了。他才4亿的血量哎、欸，没问题。第七关，这也有骷髅啊，有点麻烦。以这一关来看的话，应该是可以全消，因为他那个可以挡死一回合。对，但这边就不能排猪了。好，我又回来了。结余 ，Hello， OK， 然后现在在手转全消，或者是用龙科啊，消龙科也行，但我想要龙科留一下，好累，阿红881，拜拜。这边我们直接手转好了。其实你刚才一进场可以那个整理版面，那、啊、如果你够在这边能够全消的话，应该就有机会带走。八关，目前几队通关？这是第三队，水珠会复制哎、欸，好麻烦哦、喔，怎么办？我家有手消水吗？水追击。手消水珠的话，会使全队攻击无效。哦，而且他会追击耶，怎么办？追击是没有无视减伤，所以可以消。所以我在想，消两 combo 水会发生什么事吗？有减伤应该挡得下来，感觉。不要听到水，干，听到一个，哇、哦，他 CD 2哦，啊，那这里的话空转应该就可以。还是洗一回合技能好了。有减伤应该就不用怕了，在这里。嘿。这懒觉关卡没有掉卡，还给吃我50体力哦！你也太气了吧！接下来要直接带走吗？我觉得可以哎，想想看，应该可以哦。然后开龙科，把它带走。行，我决定开龙科了。十一蜂王太失望了，我也觉得，我以为他会出什么新的关卡，没有，他是把旧的关卡复制一下，就变成新的，傻眼。啊，就像这样，
观众发火为什么？哦，要被他打到才行，是不是？哇哇，你们在发火这个吗？哎呦，原来是这样。好，不然我们拿来写个技能也行。有有拉普拉斯的技能跳起来。哦，被打就可以。好，火跟星开这个，这样应该可以过吧？又可以排住了。哦，他会手攻击，对吼，我刚才已经被他打了，但是他手一回合技能应该是这样，了解。所以并不是我刚才没有被他打。好，哦，刚好，然后再同康盾。拍个十康就好了，这一定同康。感谢之下三十块抖内，本来想跳过这关卡，结果用拉普拉斯莫名其妙就过了，真的想。那你是用什么配置？用跟我一样的配置吗？哇，打不穿了，要穿打两次哎，没关系，再排一次。啊，有点晕，等一下，等等我。有了，十康，连续排两次十康。想看班班，我觉得也有人过哎，班应该也可以过。第二支是什么拉？那什么沃瓦道，就是那张地狱级卡片。好，哦，这边一样是十康好了，一直十康一直爽。这个龙科是一定要拿吗？这个龙科哦，我觉得没有到一定要拿。有人复活了，没关系。哎呦，还是排一下就是了。想先看鬼父通关，下一队你们想看什么？鬼父跟班跟木希腊这三个，你们想先看哪一个？这三队应该都可以过。下次要找别人合作了吗？谁？有机会当然可以，还蛮想要的啊，但我都在家，没什么机会合作。这里。嗯，怎么办呢？开拉普的技能应该就可以了。水，只要有一个是强化，只要有强化住就行了。不用开的，为什么？哦，阅读开关好像可以吼，刚才那一关突然想起来，阅读好像是只慢等强化，这边可以一直排到爽哎，只要你有阅读，这边就至少保底六康啊。感谢自家三十块抖内，我拉普诺亚露娜池爱铁散过的哦，那感觉拉普蛮多主法的。只是我组这一队就是可以一直排，比较爽，排到爽，排到吐。CD2 不会死，没关系，他被打下之后那个康宝数就很多了。这么痛的吗？这队完全不用动了，你就排的蛮好过的，不会天降。不会啊，这队不会天降，他是手消，简称智障特性，呵呵，智障全能的智障吧，全能的恶魔，就是他本人。强化克数拼土遁，这边一定要开龙科。可是开龙科之前，我觉得洗一回合技能好了，被他打一下，反正没差。好，然后，哎，开龙科应该可以过。感谢乌鸦子三十块抖内，你用阅读作弊？哪有？为什么？为什么阅读作弊？什么道理？不然我阅读关了，阅读关了，也还好嘛，就关嘛。
直接转了，可以吧？等一下我想一下。开第二只不就好了？什么第二只？啊，对，我开了。不，我干嘛关阅读？我好智障啊！我把案主搞出来。哇，水珠一颗，尴尬。怎么办呢？感觉不用团长，团长从头到尾没开的，好可怜。水珠啊，怎么办呢？我要开阅读啦，不然好难排哦。我又开回来阅读了。OK 吧？一、二，这要九？哎，这要几颗啊？这要七颗，一二三四五六七，刚好七颗，可以。应该打得过才对。哦，无视拼图，好像有这么一回事哎。谁无视？水珠是这个，水珠还是水珠？谁无视啊？等一下，让我冷静一下。水无视拼图，好。带阅读就是赢了，没事啦，排个猪嘛。这边用卡猪了，真的难受。哦，队长技能直接无视哦，所以不用消什么东西就直接无视，是不是 ？OK， 欢迎来到阿云。等一下，这是新珠是三小，开播三小时了，对啊。不过这次的通关率我觉得还算可以吧，没有说想象中这么惨。我以为还，我以为就是五、哦、更新，我以为很少队伍可以过。但没想到，哎，意外打起来，蛮多队都可以通关的，所以这次的关卡其实没有做到很绝，还可以。接下来是新珠拼图盾火进烧，哎，所以下一关，队长竟然直接无限拼无视拼图盾，对不对？所以我可以直接打他，对不对？我看一下，我确认一下，写在哪里啊？队长竟然是不是？哎，哦，魔族的攻击无视拼图盾，可是他有条件吗？首批消除15力以上哦，要消除15力以上的珠子就可以无视了。现在才看这队伍技能会不会很强啊？应该还好。你不信任观众哦？没有，我是说保险，看一下，看一下，看一下。你们那么敏感干嘛？火珠点掉变成暗珠好了都行，然后无视那拼图，对不对？无视拼图哦，无视拼图，对不对？但是没有，你们太敏感了啦！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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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是啊，我这个12打死他，他第二回合会不会也是12啊？哎呦，也是 CDE 耶，真是在哭啊！那是那我要空转哦。他没有无视，他有无视减伤哎哎，我那个幻影可以打无视减伤吗？应该可以吧，所以我这边空转就好了，对不对？如果不对的话，我也不知道怎么办，对不对？这边空转，对不对？可以哈，那我们空转一下，可以哈，好，空转一波。漂亮，然后如果不要转珠的话，就是开那个开沃瓦道。可是开沃瓦道我有点怕打不过。可是不知道可不可以手消全版，没有排珠有点怕。好，我还是开个这个好了。
这就一定不会死了。生 baby， baby 红蜘蛛，那就算哎呦烫哦，这样就算没有，哎、干娘烫，妈的！啊，没办法，全部手消了，算了，烫死我了。果然打不死哎、欸，好喂、欸，新点掉玄木好了，那应该就可以有排珠好多了。哇，看真的好烫哦，差点被烫死。好喂、欸，这应该就过了吧。好丑的血卵。无法反驳，真的是转的蛮丑的。OK， 消整版就没问题了吧？漂亮，失误关，这边其实是最难的。这个很容易三消，有点麻烦。好，应该可以吧？检查。有点痒，十七，十七怎么理解？四三十二，十二跟五好了，好不好？十二跟五，好。现在都要小心一点，云就完蛋了。问你烫不烫？蛮烫的，十二跟五，哎，他连续出十七耶，十二跟五。然后再消一个五的，哎，哪边有五啊？完了，这样这样好了，这样也可以。可以，这样珠数应该是对的。好，吓死我了！啊，阅读来了吗？太好了，没有阅读，快要不能呼吸了。啊，多一颗，十六。我有错觉吗？我感觉开阅读之后的转速时间更少了，有点更紧张一点。八三二四，这有八吗？二十四五四二十跟四，好像也不行哎、欸。哎、欸，二十跟四，这怎么消会好一点啊？这有八吗？有二十四哈，那我直接消喽。三三消可以吗？应该可以。三三消试试看。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没错。这样就八了，应该要带走了吧？哇，我觉得这关最难呢，三消一不小心就去了。好嘞，来了，王冠手消暗吸收，然后神功盾 ，OK， 直接开这个，把暗珠搞掉，变成火桃了，随便。哦，这可以消整本，然后开这个，这应该会过吧？会不会？应该可以过啊！直接排珠了，嗯。哦，阅读根本不难，是不是？应该会过吧？啊！太神啦！哇，一个打十八亿耶，还行啊。我、哦、这边还原版面，先开这个，嗯，点两个一样的就行了。然后开这个，是不是点错了？没关系，开这个，没事。把光点掉应该也可以，也是一张，应该是要把光点掉才对。
我刚刚好像点错，但是这边可以无限挡死啊，团长可以挡死，然后那个拉普拉斯又可以挡死，哦，所以根本不用点光啊，固定版面就好了。所以王冠这边反而拉普拉斯是真的可以过，乱开都可以过。哇，拉普拉斯感觉也算轻松吧，也算吧。我觉得第15关最难，就是那个数字盾那边最难，其他都还行。